说一下这个雄花，有很多朋友不明白，这个就是叫雄花，这个是西瓜的雄花，它下面呢就没有小西瓜，你看这里啊，这个花下面就是有一个小西瓜，这个是雌花。我们授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雄花采下来，一般情况下早上的7、8点钟到11点之前吧，温度三十度左右啊，27、8度这样授粉就可以。首先来说，你看一下，有时候温度叶温低的时候，它可能没有发粉。你看这个，把这个雄花往手背上，哎，这样一唱，这里面是有发粉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授粉了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雌花，我们只需要用雄花在雌花的这几个柱头上给它均匀的涂抹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授粉。